丽芬，你的个性嘛，你严严的，咱也对有信心才对啦。我即嘛是较烦恼，讲哦，丽芬去予迄偏见弄甲伤啊，遮重啦。我足惊讲，伊毋知因为安尼，啊后摆就怎啊无法度去接受别个查甫人无？哎，若真是有影安尼吼，丽芬都爱娶弟弟，啊无法叫两个人安尼相依为命，啊怎啊安尼过一世人？ 哎，安尼足可怜的呢，我若想到就足唔甘啊！哎呀，袂啦，你放心啦，你安尼，想得袂，查某囝，咱个咧，啊，你份个性你阁无了解哦，后尾都袂你讲个较简单啦，袂。好，你安尼，超烦真多呢，你啊，莫去甲讲遐啦，明仔载吼，还阁真多代志要做你啦。去困啦，去困啦。啊，我拄则袂困咧，倒倒遐嘛变来变去啦。哎呀，还袂困的嘛，都要往倒往困啦，困啦，困啦，困。 无你，来，安琪，这一切拢准备好了，我相信明仔载婚礼一定真圆满。明仔载开始，我就真正变做是你的太太呢，我想伊按摩，我连欢喜都困袂去。哎，明仔安琪，你好，我休困啦，明仔载你再用做一个上水的新娘啊。嗯，我得休困啦。嗯，好啊，好，拜拜。 财务部是咧创啥？等食饭，咱咧薪水念，肯定将公司的钱乌了了。你是咧无可能让俺无甲阻止？你们看吼，董事长吼对凯莉这样信任，你想讲吼，这董事长你的意思？我咧华公司，敢不甲钱乌白掉来掉去？啊，公司这么大的资金要出入，你是咧免向我报告哈？你是白痴的？我有敲电话董事长。 要唔过是电销价价的。好啊，卖来提醒声音啦！即摆赶紧查出咯，钱走哪去啦？董事长，查了啊，公司用关键买迄块沙坡地是一个叫做杨俊贤的。杨俊贤，是伊。好啊，落去啦，最有大部分，落去啦。是。 消息讲你会当走出去，这条线我一直要追到转来。对不起，宁波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。是啊，我是凯莉啦，我电话卡袂通，而且人我明早都会去啊。找伊找啊，遐尼急是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我是去工程馆的问题，要甲请教啦。 我去找过伊啦，嘛去公司过啊，结果找不到人，煞拄着老董的。拄着老董的，还有讲啥？老董的讲凯莉出国啊，也毋过从来都冇听凯莉讲过啊，而且昨下开始开会电话啊，拢卡袂通啊。我是伫咧烦恼，毋是老董讲袂使，就是凯莉出代志啊。你莫想遐济啊，是咧凯莉遐尔巧。 我会甲伊啊，凡正真正出国嘛，无一定。放心，即件代志交我，我来甲伊联络吼，你免遐烦恼。我咧无闲，先你先去报一下，吼。好。凯莉若真正出国，哪有可能会无甲我通知咧？像安尼看起来，即件代志无单纯，敢毋是老张咧变啥物把戏？ 目前阮公司投资伫个研究成果个资金只有5%，也毋过，阮准备要添购全新的研发设备，后半年开始就会增至到20%。阮公司真有诚意，想要甲大家合作，只要你研究室有新的研究计划，阮真欢迎来甲阮合作。只合约签好。
自己随时拢会报告同大家做研究。那呢，我就先报告到这。接下来必须带大家去参观阮的公司，希望大家对阮公司会当有新的了解。这边请。我早不是一直给你提醒，你想怎搁迟到啊？他就来的时阵搭车。我为着要赶来公司，油门已经吹到底，大家小巷安尼弄来弄去，我着尽量在赶嘛。今麦已经几点啊？搁塞车？你昨是毋是走去啉酒？交来办公室。这样很严重啦！我来的时阵，你不是还搁在开会？我情报已经结束了，你才来。你就是用这款态度做事啊！无怪你的业绩一直做不起来。谁叫我不是总经理？遐个客户哪会听我的？你走业务，想要得到客户信任，是要靠你家己好好表现，偷偷做起。不是因为你是董事长的总经理，你讲的话人才会听。到我逐工甲客户去酒店，也是咧博感情，嘛是咧借调。好啊，你莫找借口，根本是你家己爱啉。我去啉酒嘛是为着公司呢。甲客户讲生意，无一定爱去酒店嘛，生意较重要。而且你常常走去迄种所在，啉到三更半暝，你是哪个精神作祟？我袂晓按时做事是无啊？那真正什么代志拢爱照规矩？我怕规矩哦，我以后在公司叫你总经理好啊。你就是要欠要念的啦，讲你两句啊，你就无欢喜。你莫靠说是我的小弟啦，欢喜就来上班，无欢喜就走到无看的人。你这款的歹模样，叫我在公司洗班都带人啊。啊好啊好啊，你莫讲啊，明仔载开始我办来上班啊。当初是我等来台湾创业，是你家己讲要对我转的。你是我的小弟，我当然有这责任要甲你教好啊。你爱我好，唔爱给我机会啊！当我即马做业务，是会当学着啥物？你甲我讲啊！咱做任何事业，拢是从对头开始啊。生物科技你敢捌？你唔捌，当然是从基层做起啊。是安怎？我就爱为基层做起，你就会当做总经理咧。爸实在是足无公平啦！咱自细汉开始，伊就较疼你。你讲你要开公司，伊就提钱出来。啊我嘞，我干哪会当做你的员工，听你在遐话来话去？你误会啊！这间公司不是爸爸出资投资的，参像即马公司要增资，我爱家己去找银行贷款。做总经理，不是你想的遐尼轻松。你若真正资金无够，你会当甲爸开嘴啊？但伊请你听，一定会答应。好啊好啊，我袂跟你讲，我即摆去银行了解贷款的情形，还毋是做一只饭？免啊！甲你食饭哦，搁爱摕你现金，一定袂消化。我甲朋友约好，我先来去。嘉伟，嘉伟。太太，我等下随去接弟弟啦。哎，麻烦你替伊先把迄领新衫换起来。啊，多谢你哈，好，拜拜。林香玲，你好。吴总经理你好，啊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先？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下，阮公司这笔贷款是毋是伫咧审核啊？啊，毋知影啥物时阵会当落来。已经送去审核啊。即马看起来是无啥问题啦，啊，若是讲有啥物确定的结果，我会随甲伊通知，哈。这笔贷款对公司来讲真重要，是毋是会当请林经理替我催一下？会啦，我会尽量啦。
多谢。李香丽，我看你敢那真着急的款，我是不是耽误着你的时间啊？歹势啊，我等下要去参加阮二姐的婚礼，所以即马在赶时间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，真歹势啊，拖着你的时间啊。那呢，你即马敢是在等你的先生过来接你？无啦，我坐客运车。无安尼啦，我送你过去，先坐伫车顶哦。我甲伊解释一下阮公司的状况，因为这笔贷款对公司真正足重啊。不过这是我私人的代志，歹势麻烦你啦。袂啦，这嘛是我拜托你，真闹麻烦啦。着我伫车顶，搁甲你说明一下，袂耽误你伤侪时间，好不？好啦，无安尼就麻烦你哦。这间公司的贷款要拜托林香丽啊！吴总给你放心啦，等下店面若批落来，我一定先给你通知。多谢你。林香丽，伊拄则毋是讲要参加婚礼，也毋过这所在看起来无参像伊餐厅嘞。哦，我是要来接这一个人。那你敢需要我送你过？免啦，送到这就用的啊，等下我给你过去。多谢你啊，再见。再见。我当时讲要去参加建龙的婚礼，是要叫我遐下戏下情的啊？无哪哩，阿姨呀，哎呦，阿你变哪会这紧啊？啊，拄则不是声声句句讲哦，你无要接受迄个福利证，啊，今摆欢欢喜喜要参加伊的婚礼啊？哎呦，拜托一个哈，但我是咧倒位咧欢喜啦，但我嘛是哦，孤不离三江诶，啊，都建龙哦，直直甲我孤情啦。我嘛是带念着诶，俺是腹肚内面迄个囡仔，唔只勉强去诶啦。对，大海啊，大吼，这代志哦，我有去问过丽云诶，啊丽云哦，足明理诶啦，伊甲我苦劝讲哦，叫我一定爱去诶。哈，这件代志丽云也知哦。哈？哎呦，你嘛好啊，拜托啊，啊你去找丽云啊，是要创啥啦？你敢不知你安尼做，几乎伤心的都有啦，你吼。啊，哟喂，我来甲讲啦，安尼唔对哦，对丽云做歹势啊。啊，不过，大海啊，人迄丽云哦，讲了真有道理呢，讲哦，啊，你结婚嘛，啊，咱是建宏的爸母啊，迄无去吼，歹势啦，咱应该会来啦，好无来啦？我甲你讲哦。你要去对答迄你的代志，哦，我无材料甲你管。要唔我互你知影，林校长遐，我无去袂用你。虽然讲即马大家无做亲戚，无做亲家，要唔过至少伊是我开讲泡茶好朋友。建龙呢？建龙会当互我啥？我气落去都有嘛，我是去遐要创啥啦？大海啊，当俺七八肚内面迄个囡仔，嘛是咱平家的骨肉了。可是跟老因结婚啊，就平家就干那我一个人去，安尼我是哦，会互建宏做失望的呢。啊，而且，俺亲后头厝的人，我嘛对因会歹交代啦。那是啥物歹交代啦？啊？建宏已经互我切心啊！哦，对，即马开始，伊要安怎做，迄是因家的代志，跟我无地带啦。大海啊，莫安尼啦！阿姨，你莫搁对我浪费嘴烂啦。上好是连你嘛莫去啦。啊，建龙知影哦，伊家己外国人玩。什么欠？你才讲讲啦！我讲真实的啊。哎呀，你唔好这么生意啦，你越生意越好看。啊，凡事哦，伊拢感觉讲伊家己做是对的嘞。
做伙，这就是我的愿望。那嘛是我的愿望，也不过阿，你手牵的人不是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咱袂用做伙实现咱的愿望？为什么？ 若是去准恒，我就啥物拢无啊，就剩下安尼，恐嘛要去准恒最后一摆。准恒，你等我。 你妈妈心情呢？虽然地方哦，赶快要嫁予俊贤了，不过
敢若头一遍要结婚同款，你看心情啊？哎，你即摆讲哈呢？你即摆讲话哟？嗯。哎呦，七早八早就一直甲我催催，讲紧哦，紧来去哦，咱哦来去现场安尼甲巡巡看看。哎呦，我就来到这丽华问你啊，你就敢若讲我要七来笑八安尼？哎呦。林校长，做父母总是安尼啦，希望给查某囝一个圆满的婚礼，啊，看伊安尼，咱都欢喜啊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啊，哎，你看，像这边要嫁哦，哎，头一边嫁我，我无穿啊，这么精致嘞，哎，啊，对啦，出门的时阵哦，我才想奇怪，恁爸今仔来看个这烟斗啦，哎呦，林校长，就是这苏西装啦，哎呦，专干穿的你嘞，哎，先生也要嫁哦，你得了解讲哦，做妈妈的心情啊，嗯。哦，啊，这位先生，啊，不是讲会场内底会布置一挂花，啊，哪会干那看到这两盆？哎，歹势，我无啥清楚。那恁是不是要麻烦你带我去找恁经理？好，这边请。等下看到林校长吼，千万莫搁提起建宏甲安琪的代志，知影？啊，怕伊气氛就袂啦。爸，我知影啦，我袂晓白包啦。啊，这间，这间。哦，来啊。林校长，恭喜哦。好，好，好，来啊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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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工来啉醉先甲你讲的喜酒啦，啊，阮兜就阮两个做代表啦。恭喜哦，多谢。啊，多谢啦！啊，阮吼简单啦，拢家己的人啦，你莫见怪吼。哎，迄是阮较大面前啦。哎，就是，哦，时间差不多呢，啊，是无恁入去内面坐坐，啊，我来看两面面。哇，到尾去咱来看，看完了。做伙去哦。哎，哎，哎，啊，我们做伙来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啦。面要归做啊呢，啊，搁找无恁经理，啊，搁无其他的主管来通处理。就再来，我阁问看卖，还是？我是多位哈。金。金，不管你来个建宏，甲安琪祝福，我足欢喜的。人我嘛是足欢喜的啦，甲代志哦已经变到安尼啊嘛吼，啊我若无来吼，歹势哈。还是讲吼，诶，即摆是准备该安怎哈？敢有需要我来甲你斗相共？唔免啦，你着只要欢欢喜喜，新妇娶入门，等你抱孙就好啊。老人哈，亲妈，你辛苦啦吼。袂啦，只要这两个少年呢，来当幸福美满，咱做是大人的，对当安心啊，敢毋是？哎，嘿呀，嘿呀，好呀，亲。请人去第一间啦，哦，出来，好啦，来啦，周姨啊，哦，哎，哦，阿姨，啊，你无去参加安时甲建宏的婚礼哦？阿姨呀，你安尼弃暗投明哦，这是好代志啊，啊，无必要安尼秘密细细嘛。我想讲，你个安琪妈出来要创啥？啊，刚刚也良心发现哦。啊！要来甲丽云厝内底人会识的哦。哎呦，别搞搞啊你！金花，刚才是有影像伊讲的安尼吼。哇，那你这有影是六月挂彩皆有心嘛呢？安尼想过过身啊啦！啊，当阮丽云的婚姻啊去予恁安琪破坏去，你即马要过来啉阮丽芳的喜酒，安尼哪会着？无啦，哎，琴嘛，你误会啊啦！哎，慢些，你唔免叫我琴嘛，歹势啦。你叫唔对啊！咱等即马唔是亲戚门风啊啦，啊想讲恁阿安尼大主大爷啊，带金风啊来要创啊，带伊来吼是会破坏这个婚礼气氛呢。老师，恁真是误会啊！我唔是要来食丽芳的喜酒。啊，无你是来要创啊？今仔日是阮安琪甲建宏结婚的日子。而且嘛是伫咧遮办桌请人客，啊？哦，真正有够衰啦！同一天吼，着准拄煞，竟然搁伫咧同一间餐厅办桌请人客，无即摆是安怎？你超工要来甲阮订的？毋
是啦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真是不知影，今仔日嘛是丽芳结婚请人客的时间啦。不，今日吼，大概是办喜事啦，应该欢欢喜喜才对啦吼。莫讲安尼吼，喜酒还袂啉着，啊，大家吼就来破坏这气氛啦，吼。是啦，爸妈，咱来，好来，行行行。我来，我你过来坐啦。今仔日哦，是咱后生结婚啊，对无？人个亲妈妈伫车，你互我面子坐啦。过去迄边哦，人爱惜子坐啦，好无啦，拜托啊。大兄啊，卡叔讲哦，你若要过迄边哦，无你过我紧啦吼，啊这也唔爱勉强吼，啊歹势啦吼。你有迄个意愿呢，阮就真欢喜啊吼。不啦，林校长，唔是安尼，我今仔日是专工来食恁林家喜酒咧，啊别人咧创啥，根本无伫台。来，好啦，哈，搭，阮大海啊，诶，找翻啦。亲，不要紧啦，啊，这个代志也袂用勉强的啊。是讲吼，上好是莫阁互因小当着，啊，若无吼，绝对有代志的。啊，你阿伟啊，头啊，建宏吼，若是甲离婚小赌，啊你吼。有时哦，场面足歹看，啊，这是要怎处理啊？到时阵哦，啊，两边的朋友咧，哎，咧冤起，吼，代志咧愈大条了。哎，安尼啦，趁这人哦还袂来的时阵哦，咱换别个所在哦，来请人客啦，好不好？哎，即摆哦，紧来刷位，我咧敲电话哦，看迄间餐厅有位无？大家都不无看喂嘿，我是安迪啊。安迪。恭喜！哎呦 ，David 哦，你来遐早就来啊啦！我来做招待啦。啊，你好，感谢。阿弟还早吼，伫咧罗宁店面来啊啦。哦，拢未来啊？吓，拢未来啊啦。感谢你啊。我先离开啦。OK， 好，你无闲啊。感谢哈。哎呦喂哦，哎呀喂，我开始烦恼啊，要安怎？啊，人哦拢未来啊，怎么在机场还呀还呀啦？肯定真的啦。要换所在真是袂赴啊！我咧想，就是建宏因阿来，啊紧家己带入去，莫让伊见面，都无代志啊啦！啊，咱唔，哎呀，啊，即摆就干来会当安尼尔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无比哦，啊，这婚礼哦，平安无代志啊！阿弥陀佛的。那也叫拄好啦，真正哦，冤家路下呢，啊连结婚来去小拄着，啊，什么想都想袂离。我即摆我是较烦恼哦，离婚也是甲因拄着是要安怎啦？哎，就是，无我看安尼话，咱换一间餐厅啦，好无？咱换别位。嗯，啊，有啊呾，临时临了，咱是要换餐厅，是要换去倒位啦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来阮店的啦，因为离所在便便啊，我随传一道互你，安尼就好啊。啊哟，啊这办法真好呢，无来恁遐来，就是，你看安尼好无？好是好啦，你莫换去啊吼，啊丽芬一定会感觉讲奇怪的咧。安尼哦，无安尼啦，我敲电话问阮朋友餐厅看卖。慧君啊，唔免敲啦，即摆是咧裴建宏对不起阮小妹丽芬呢，啊，就算讲要闪，迄嘛是因爱闪嘛，那也是咱闪嘛。安尼讲嘛对哦。所以啊，咱哦就欢欢喜喜坐遮哦，食喜酒。啊！若真正要理论哦，阮的声音嘛绝对变搁较大声啦，无唔对啦，到时啊我绝对听恁，甲平建吼嘛较臭头啦。我是惊讲吼，若真想伊还要当面冤起吼，场面会真歹看啦。安尼对春贤甲丽芳嘛唔好啊，对不？你电话？你的啦，就啥个？喂，哦，门杰了，嘿嘿，哦，我知啦，好，啊，你开车较顺利哦，哦，安怎样？哦，啊，讲李芳连咪到位啊？李芳连咪到位啊？安尼，就说安尼，你看，即马要安怎哈？哎，无要紧啦，阿你，啊，即马要换换袂赴啊，
无，顺其自然对啦。哎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拢是我迄个物件囝哦，阿姨啊，是咧啦，啊。哎呀，你莫安尼讲啦，阿你阿莫讲啊，就安尼退建红回是咧啦。你若讲吼，要过去那边吼，阮也是实是无话讲啦。啊，既然吼，你甲我讲选要来阮遮吼，我实在有影吼，开始真感谢啦，啊嘛真感谢啦。哎，李小唐啊，你来讲安尼啦。 啊，建农大家离婚，离婚啊，随便娶安琪，哎，这款的做法哦，正经我是袂当接受啦。哎呀，我也是讲来你家斗老日的，啊，你对我家己的良心嘛，较会当过，对不？咱这老朋友嘛会当安尼好好啊，恁两辈啊，敢是咧？无问题啦，那这样老朋友哦，我一定甲你奉陪到底啦，吼。就是，离婚你要到位安尼，啊你啊。 今日去，爸爸妈妈等车久啊。嗯，呀。我敢是祝福过春兰甲丽芳啊，我变来唔反悔，我已经叫老大人糟蹋过啊，我根本都配春兰袂得过。 我先你好，嗯，嘛有水不？水哦，水哈，哎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新郎新娘进场。多谢爸妈，多谢大家。 恭喜哦！恭喜啊！啊，大姐夫该萱萱呢？哦，林大姐夫哦，去参加校长的学术研讨啦。啊，萱萱去参加暑期的活动。啊，不过伊拢有打电话转来讲哦，林刚绝对会好啊，甲恁祝福。哦。嗯。嗯，是安怎哟？ 大家那拢无笑容啊？哦，哎呦，那也遐拄好啦，啊，煞毋知建宏带安琪啊，遐请人客，都办伫咧咱隔壁迄厅。那会安尼？安尼等下离婚是要安怎？
我即马吼，打电话先试看卖咧。打电话给伊讲，恭喜恭喜，好不好？喂，喂，弟弟来。喂，喂，三姐好，啊，你即摆人伫倒位啊？我伫客运车顶啊，拄好伫公司哦，有淡薄仔代志耽误着，我会赶快到。哦，安尼哦。你想怎啊？哦，无啦，啊都，我想讲吼，其实你无来嘛无要紧啦。你是咧讲啥？今是二姐结婚呢，我哪会无到啊？不是啦，是安尼啦。今日二姐订这间餐厅吼，拄啊好甲偏见用是同间的啦。三姐，其实你无来，二姐袂怪你啦。三姐，你有听无？那件拄好。就是讲啊。都已经离婚啊，搁要来乱，那真正是。三姐，啊，你即摆人在倒位？阿叔去找你。唔免啊，我会去。三姐，安尼刚好。今仔是二姐结婚，我是要去甲伊祝贺，我想哪会相骗？啊，不过平建宏就。平建宏要伫倒位请人客，跟我无关系啊。木根，麻烦你甲大家讲，我一定会到。安娜，你，我哪个？三姐讲一定会来啊。我接电话。喂妈，是啊，我正在门口要一面呢。好，安尼我知，好。是安怎？妈看来讲啥？杨祖贤在办婚礼，啊，林家人嘛拢在餐厅内面。我看，既然咱就少闪一下吼，咱卖见面较好啦。咱换餐厅好啦。我不爱，谁都要闪骗伊，谁怎连我做新娘之工，拢要闪骗伊，拢要惊伊。而且咱不是惊伊啦，是真正咱甲林家闹干呢，啊，即马来见面是假假约呀。你都已经离婚啦，谁都要为了一个外人换餐厅。搁再讲，大家拢来啊，你是要咱全解释？万一林家人若来乱，啊！你婚礼无到进行是变安怎？我唔惊，要甲你做伙迄天开始，我就啥物拢唔惊。先坐，你已经落车啊？哦，我在我先坐哈。
开店啊，这离婚应该差不多够了哈。我打电话问看妈嘞。啊，免卡了，红姐啦。你直接哦，去门口等你就好了。若看到人哦，你甲叫来，较免去等着啦，哦。好，我先出去。哎呦，妈，你莫烦恼啦。啊，拄着就拄着啊。啊，闹开的是那个裴建宏跟刘安琪，也毋是咱离婚啊啦。哎呦，话都毋是安尼讲，我即嘛是较烦恼，讲离婚伊即嘛入来，哎，若看到迄裴建宏跟刘安琪，哎，两个人手牵手。我是不忍心吼，搁看到离婚都阿咧目屎流目屎滴啊！算是结婚啊，你着等抱孙做阿妈呢。小姐啊，搁互你安尼半工来，感谢啊。啊，对了，这钱。哎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嘿，嘿，嘿，好妈妈啦。嘿嘿嘿嘿，小姐哈，哎，等下啊，坐坐啦，坐啦，坐啦哈。小姐，我你有看到建宏跟安琪吗？哦，因今摆咧新娘休息室。哦，小姐姐哈，谢谢。我先欢喜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哟？拄食一摆时阵，去撞到离婚。